因为特殊原因喜欢的女孩子回不去了。那意思就是这段时间我只能住你家了。我打电话问问，看你能不能回去吧。不用了。干嘛呢？行，我帮你发给你。快点，谢谢爸爸。不是你睡哪儿啊？我睡哪儿都行。 沙发，不是，至少一周哦。啊，耶！<笑>有这么开心吗？对啊，我想着可以帮你去学习管理。<笑>行，那你睡那间房吧，反正离厕所近也方便。浴巾我放外面了，我先睡了。好。星辰。哎哎，<笑>你进来说话，你站那儿怪吓人的。 咋啦？今天有一些睡不着，不开心。<笑>什么开心的事儿了吗？你给我问问有效吗？好吧。林先生，走走走，你不是睡到下午？赶紧走吧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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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别这，哎，真的真的。乔爷，乔爷，你动一下呀，乔爷。 哎，怎么打游戏还能睡着呢？星辰，要不咱们分了吧？行，这个是你的，这个我的，这个你的，然后这个我的，哎，你的，我的。 你的，我的，你的，好了，分完了。嗯，我最近减肥。啊，这些都给你，这个这两个够。真的？啊，还可以啊，你想吃吧？不想啊。啊，我很饱。哎，你吃完了没啊？我帮你收拾吧。行吧，那你把这个倒了吧。 有病吧，有病吧！乔伊晚饭都没吃，还是去给他弄点吧。嗯，乔伊，怎么了？就真的想吃啊？哎，这点东西肯定是不过一周，但是呢，还可以点外卖。没吃饱吧？那我给你弄。你想吃啥？ 旁边，旁边来了。天哪，饿死了！你是不是？哦，不是。要不我们还是楼下一点？为啥呀？这种是我们一百天纪念日。可是也好贵。 我今天正好发工资了，必须吃好吃的。啊啊，我请客。那我要吃大餐。行。没问题啊。哦，外面冷，要不加个外套吧？我的衣服挺厚的。对了，你这卫衣看着平平无奇，怎么穿你身上这么好看？这衣服确实不错，我也买一件。那你就在楼上买吧，我这个就在上面买的，一共要便宜一万多。 等我们去链接，给机会抽一千元，我们肯定会赚啊。那还挺划算的。里面还有你的衣服，整装一个特别划算。很多耐克鞋子里面才一两百。啊，那把你身上这件分享出来，我整个行李看。是，装饰在一件。小火锅来哦。我们不是吃火锅吗？对啊，这跟火锅没什么区别。我记得你吃这种路边摊容易生病啊。哪有那么娇气啊？ 按你之前不怎么吃辣的呀？那是以前吗？现在慢慢习惯了。人家是怪。你看，这个很好吃。是，这是我们一百天纪念日。哎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。这么重要的日子得有仪式感。这也很有仪式感嘛。老板，来两瓶可乐。行啊，行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一件事啊。嗯。
你说，孔融让梨，这个结果怎么样？啊，这个吗？嗯。哎，你快说啊！就是最后让给其他人嘛，不过我应该是不让。那我呢？你的话。 当我说话用 BGM 时，星辰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了？有吗？有啊，你想想。从那年开始，我忘记了很多事情，唯一有印象的，就是我爱桃花。那是因为关了，你仔细想一想。我好像没说啥呀。我提醒那两个字啊，外卖。啊啊！就是你刚刚站在那儿的，你说。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，如果可以把所有东西忘掉，以后的每一天将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哎呀，真忘记了，你要不吃点这个？怎么，想回家乡了？要是为了这个就想回家乡，为什么当初你要出来？哎呀，跟你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没忘，给你买了，在外面桌子上。真的？啊，只点了一份啊，慢了就没了。有些人离开了之后才发现，离开的人是自己的错。哎，等等，就这样吃仪式感不够哦。就吃个蛋糕而已啊。这个蛋糕你等了两天，你一口吃下去一点仪式感都没有了，氛围也不够，吃着也不甜。好像有点道理哈。啊，现在我们施加点小魔术，它能更甜。真的？啊，那你快试试吧。看着。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，看见一座山，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。我想告诉他。可能翻过山后面你会发觉临时的东西，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，但是他不会相信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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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套四块小连招。哎，你跑了干嘛？你有被动有大招的，你怎么被动？不是，你什么段位啊？你不知道被动段位。